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王彤，今天是2020年10月5号星期一，欢迎各位每天收看王彤的视频，看完以后拜托各位动动手按个订阅按赞，可以的话就分享一下，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言归正传，经过一个中秋假期，那么我在上个礼拜三公开讲节后大涨，今天盘中最高的时候涨了122点，最后是上涨32点，差强人意的，没有关系的，还会继续涨。现在我们直接就帮你进入解盘，你看一下这张字卡，9月24号下跌319点，当天我告诉你大盘超跌，遍地黄金。我们现在开始回头看一下9月24号那天在哪里，你自己看看，12264，今天在哪里，今天我们进电脑画面，收盘12548，最高12637，看到了没有，最高12637，收盘12548。那我问你有没有遍地黄金呢？有嘛，那天我讲大盘超跌，没有人会相信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遍地黄金，你要不要捡随你便，你不捡是你的事，我只知道说我们捡了以后我们就在数钞票。今天我先跟我的会员说一声抱歉，今天没有发红包，因为我们的股票还涨不够，还在涨，我让你们的红包继续变大一点，不急的出脱。收完盘的时候我有好几个会员都告诉我，老师我们今天都还没有成交。对，因为我们挂的价位比较高一点，不急，因为明天还会涨，你今天卖它干什么？答案就在这里了，你看一下9月25号礼拜五，当天又跌了31点，然后最低12149，我告诉你这个图12144 12149双底成型，静待量缩，八个字重不重要？好，重要的不得了啊。结果你看看9月28号礼拜一，量缩了没有？量缩了，量缩到1544亿，是不是量缩弹升了229点？我跟你讲还会弹升，再继续看下去，9月29号礼拜二涨4点，因为这一天是摩台结算，我告诉你结算后布局中，布局什么？布局多单，到今天已经不用再变了，都看得一清二楚了，是不是？再看下去9月30号礼拜三，量能出现多少？出现急动量，急动量，看到没有？好，你看看急动量出来多少？1361亿。我告诉你，节前观望，节后涨，而且我当天解盘，我还特别强调，这个不是量价背离，不是信心不足，是盘，是节前买盘观望，节后买盘就进来了。今天你们看到买盘进来的威力了吧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要上车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还会涨。你先看一下今天王彤发的盘讯，早上9点12分，10月5号，大盘也上涨52点开出，开盘点就是最低点，结果呢今天打下来啊，今天盘是强势开出，会开高走高站上12600，结果今天是没有站上12600，你放心，明天就站上了啊，上周三就告知节后大涨，今天立刻验证，今天盘中还会小压一波，逢回要进，主流不变。也许今天我讲的是比较乐观的一点，但是呢整个盘势没有任何问题，今天只是涨势缩小一点，说缩小一点呢，你也可以把解读说这个量慢慢的放大，慢慢的放大，所以我们这个盘势也就慢慢的推升，所以这个盘叫什么盘？金金涨。你看一下10月5号礼拜一叫金金涨。我今天打几档个股给你看啊，第一个你看一下2327国巨，上午半场都是黑的，后面就是从红的，看到没有，涨3块。再看2492华新科也是一样嘛，涨2块，都慢慢上去的嘛。再看3008今天是黑的，没有错，308黑的没关系，明天就会涨了。再看6415细粒涨停，你看看细粒
涨停的啊。再看5269，5269翔硕，你看一下翔硕是不是走势也很稳健啊。再看5274蹦上去的信华，你看看也差不多快接近涨停了。好，再看4966普瑞，看到没有，嘿，涨3块，涨势都很稳健，非常好。那你今天再看盘面上一些个股，2303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，联电，联电今天干嘛，又在创下新高了。记得前段时间都有很多人告诉你放空联电，看不起联电，你不知道联电都在转型成功了。那我们今天再看几档个股，你看看这个1301台硕1303，南亚1326，台化6505，台硕化今天早上你都看到了嘛，台硕四宝第三季以前的亏损回冲回来，回冲利益非常大，所以第三季肯定报表已经很好看了。今天10月5号了，第三季到9月底啊，这些都是你可以公布的事情了，消息都出来了，你都也看到了嘛，并不是说今天我讲假话给你听。大家看6488环球金，看到没有，环球金涨势也很棒，走得很稳，量1200多张就推上去了。再看5483中美金也是一样，相对稳健。那今天你也看到嘛，消息也出来了，第四季矽晶圆相当棒。好了，矽晶圆很棒，那就是涨谁，涨6488环球金，还有5483中美金嘛，就这两档为主流，你一看就知道了嘛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8046 ABF 三雄，南电今天也是很稳，慢慢的推升，慢慢的推升，相当稳了。好，你来看3037，哇，今天很厉害，异军突起，涨了半个停板。你看看3037，根本下不来嘛，我告诉你，它这里根本下不来嘛，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再看3189，景硕也是如此呀，根本下不来嘛，都是会往上推的嘛。那你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盘会上会下，当然是会上嘛，盘都讲给你听了。好了，现在告诉你，这是金金涨，对不对？金金涨以后呢，我今天给你讲，10月5号礼拜一上涨32点，今天的盘涨不够，还会涨，高点12637，看到没有，12637，明天会过啊。我讲的很多了啊，不要说我每次都是说要说我马后炮，我从来不马后炮的，我都是先事先讲在前面给你听的。就包括这一次放假期间，王彤也录制了一个中秋特别节目，我相信你看完王彤的特别节目以后，你心里面都应该会想想看，我以前犯的错误都是王彤点到的错误，你把这些错误改正以后，你不就赚钱了吗？所以今天告诉你，这个盘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明天告诉你两个字，续涨。好了，今天我也就帮你讲到这里了，因为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剩下的有些个股会在索马频道里面告诉各位。好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。岸边看海波涛汹涌，高空看海可见金来，古海茫茫唯一明灯，王者至尊王彤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，顺势而为，看盘功力神准惊人，个股操作犀利，洞悉产业兴衰，波段短线无往不利，唯有王彤带领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。速播至尊专线02-6630-3221，6630-3221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